喜欢吃甜粽还是咸粽呢？因为马上要临近端午节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准备了中国端午节特色的传统美食粽子。那我们今天就一边吃着粽子，一边聊聊中韩两国的端午节。종류가정말다양한데요처음보는것들도있어요좀특이한데요这个其实是竹筒粽，是粽子相对比较早期的一个形态，后来才慢慢演变成叶子包的粽子。现在比较常见的是用芦苇叶或者是落叶来包。据考证，粽子早在春秋之前就已经出现，最初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到了近代，粽子成为端午节的节庆食物。再说什么八宝，八宝馅儿，八宝馅有枣、莲子、花生。它馅儿怎么样？好意思，正好行了。关于端午节的传说有很多种，如今我们在提到端午节的时候，更多的是想到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政治家屈原。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是楚国的大夫，他屡次进谏忠言却遭到排挤，眼看国破之难却无能为力，只能在痛苦和绝望之中抱石投江。这天正好是农历的五月初五，屈原投江之后，人们赶来争先恐后的捞救，却没能够找到。后来为了防止河里的鱼虾伤害他的身体，纷纷从家里拿来的米团投入江中。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的习俗就由此慢慢发展而来。但其实端午节的发源呢要更早一些，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先民们以龙为图腾，端午是祭拜龙祖的节日，包括现在流行的赛龙舟的习俗也是起源于当时部落图腾的祭祀活动。그랬군요구렁이강물에몸을던진고사는저도들어봤어요한국의단무도이고사에서유래했다고해요한국은단무때주로풍년을기원하거나제사를지냈어요단무명절을가리키는우리말로는천추절과수립날이있는데모두풍습과관련이있어요그네를타거나수리치떡을먹었죠중국의단무는어떤풍습이있어요中国的端午节习俗有很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除了划龙舟、吃粽子两大标志性的活动之外呢，我们还有比如说在门上挂菖蒲和艾草，饮雄黄酒，洗草药水，画鹅，带香囊祭五彩绳等等习俗，基本都是为了辟邪驱毒。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祭五彩绳，用五色的丝线系成一根，绑在手腕或者脚腕上，然后一直到端午之后的第一场雨来临，就把它剪下来扔进河里，寓意就是让河水将疾病和瘟疫冲走，然后一年无病无灾。한국도단무의오색끈으로팔찌를만들어차고다니는풍습이있어요창고랑숯도쓰고요여자들은창고물에머리를감고남자들은창고뿌리를허리춤에차고다녔다고해요숯떡도먹는데요모두액을물리치기위해서라고해요그외에도화채나제육탕을만들어먹거나그네타기씨름등의풍습이있어요요즘한국에서는단무를그렇게크게지내지않고축제의한형태로남았는데요유명한강릉단무제같은경우는2005년에유네스코인류구적및무형유산걸작으로등재됐다고해요中国的端午节也在2009年胜利成功。中国的端午节呢，基本上是家家户户都在庆祝的，地域不同，习俗也不尽相同。像赛龙舟就是南方会多一些，北方基本上没有这个。但是吃粽子是全国各地家家户户的端午节保留项目。不过粽子的口味也有地域的区分，基本上是南咸北甜的分布。今天我们就准备了几种代表性的口味，你来尝一下是喜欢甜的还是咸的。제가달콤한맛을좋아하거든요그럼단맛을먼저먹어볼까요好这边是甜的然后可能有蜜枣的有豆沙的八宝的然后有白糯米包的还有大黄包的정말즐길것같네요尝尝네然后这边是咸粽最经典的就是肉粽有的还会加上咸蛋黄，然后这个是梅干菜黑猪肉粽。我本身是不太喜欢把糯米做成咸的，但是粽子咸的我还蛮喜欢吃的。尝一下，맛이진짜특이한것같아요정말쫀득쫀득하고향기가있어요저는이게제일맛있는것같아요竹筒粽네이게제일맛있는것같아요이게식
향이 좋고 약간 은은한 느낌으로 향이 되어 있어요. 차향인지 아니면 대나무향인지 모르겠는데 네. 그리고 딱 봐도 정말 영향이 가득 있을 것 같죠? 정말 특이한데요. 맛있어요. 한국의 찰밥을 생각하시면 될 것 같아요. 그런데 충주는 안에 무엇을 넣느냐에 따라 무엇을 상상하는 그 이상의 조합이 나올 수 있을 거예요. 中国这几年呢也出现了很多味道特别奇特的粽子，比如说什么烤鸭粽子呀、火锅粽子呀、小龙虾粽子呀、还有可乐粽子、巧克力粽子、榴莲粽子，还有一些食材比较贵重的，比如说松茸、毛猪肉粽啊、海鲜鲍鱼粽子呀。 저는 초콜릿 종류가 정말 신기했어요. 그러니까 밥과 초콜릿의 조합을 정말 생각도 못했거든요. 그런데 이제 중국 친구가 저도 먹어봤는데 먹어보니까 의외로 잘 어울려가지고 또 한번 놀랐던 기억이 있어요. 那这位也更喜欢吃甜粽还是咸粽呢？这个在中国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了。就像那个咸甜豆腐脑一样，身为北方人，我是两种都挺喜欢吃的。 저는 음식을 짜게 먹는 걸 별로 좋아하지 않아요. 그 단맛이 좀 좋아하고요. 그래서 그런지 밥이 들어가도 그래도 저는 좀 달콤한 맛의 통조가 맛있는 것 같아요. 아 이제 배도 부르고 오늘 베이징 식당 여기까지 할까요? 일하러 가야죠.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啦。